要放得很吗？我也兴许，你也兴许吧。嗯，跟你学炒菜。还有不会炒菜的吗？炒菜其实很简单的，没有那么麻烦啊。是刷吗？我还要向你们学习呢。这个木耳差不多也好了。你看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早上你们在我们这边买的木耳哈，就这种的，就这种的晶莹剔透的，而且每一个人就每一个就很 Q 弹，个头也比较小，不需要去撕它，嗯，就直接炒就可以了。炒木耳的时候要加点水，不然的话它会爆，它会炸，是不是？洗一下。你想来旅游啊？我们那边很热的。现在旅游不合适，再过一个月就可以了。嗯，再过一个月就可以了。我女儿在家里面要上学了，不能走那么远。我过两天我要回去看看她，然后给她买一些东西。小孩子要上学了，她很开心嘞。她说：“妈妈，你就在外面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”我坐在家，我妈带孩子带得特别好，所以我比较放心嘛。主要是我妈也不知道那个陈，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会出来，所以说我一直没跟她讲，她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上班啊，干啥的。嗯，认识到现在吧，有差不多有两。是不是有两个月了，叔叔阿姨们？有两个月了吗？我跟陈鑫遇见到现在有没有一两个月了？我在干活，我在做饭。在做饭。怎么偶遇？偶然遇见的。有两个月了，是吧？我去拿个铲子啊。好听哈，那我下次天天给你们唱好不好？还想听什么歌？我们等陈鑫回来，菜都切好了，还有一点点，嗯。唱得好哈，再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再唱一个花梨啊，花梨有点难唱哦，那个花梨不太好唱哦。我知道唱了一首歌，嗯，叫什么？刚才怎么停了？刚刚是因为手机的原因。欢迎快乐猴，再唱一个啊。还听不见歌，哥哥姐姐们。
谢大家，感谢。好了，上一把干活了。来，嗯，来，坏了，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今天那个，排骨放在我里面，我去洗。还有这个，你看一下，这里买的一些菜，排骨我去把它洗干净。菜我都切好了，等一会我们来炒了呗。得炒吗？嗯。再加火哟。把鸡提来了。弄，你炒几个？拿个那个嘛，拿个碗出来一个。拿个碗。嗯。你做法是吃不完，你在食堂不打一口。吃不完。你看一口死的。你什么？这个是腐的，小心。嗯。好听吗？好听，我下次再给你们唱啊！再刷一把。来，鸡蛋，你把菜盒弄开，我来拿吧。啊？你把菜盒弄开了，我给你拿。对。今天是不是那个怎么回事？来。来。我说话声音。没听到吗，叔叔阿姨们？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，叔叔阿姨们？大家上午好。上午好，叔叔阿姨们。好生丢，不要乱丢。那个鸡可以给那个猪吃，可以给猪吃。这个有蛋白质。嗯。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好不好？帮忙点点赞，新进来的叔叔阿姨们点点赞，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小。泡的这个鹿茸菇，还有这个虫草花，这些啥的。能听到咱们说话吗，叔叔阿姨们？好了，我要下火了。你洗了没有？你洗了一下没有？哪个吃稀饭，还是火锅头吃火锅的？哦。那是要什么啊？火锅头吃火锅的还是点点？哦，来的。听到了吗？你们吃了中午饭没有啊？现在应该还早吧，叔叔阿姨们。你们中午吃饭了没有，叔叔阿姨们？好的，叔叔阿姨们。还没做吗？那看咱们给你们做个中午饭，有机会的话来到咱们这边来陈鑫和唐豆家吃饭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我们现在要慢慢做，差不多了，这个点马上要到10点钟了。刚吃过早饭吗？哇哦，你们一般中午几点钟吃饭，叔叔阿姨们？你们一般几点钟吃饭？我们这个早上刚才吃了两个包子，吃了几个包子？我都没吃。糖豆他还没吃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外婆在帮我们弄排骨，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姨们？排骨，有没有想吃排骨的？看到没有，这个排骨。我们在外婆家，叔叔阿姨们。他外婆不说过亲家，亲对家。要用吗？那就不用。不用。你看外婆在给我们弄排骨。你早前买啥东西去的哈？啊，我们早上前的早。买啥？买羊肉，有点菜哟。你现在啥买呀？买了嘛。买了米的，叔叔阿姨们，刚才买了20斤米。我那个女儿子肯定买。什么菜？
相信你们会好起来的，谢谢。现在带给你们做个饭，叔叔们，你们看一下我们的茯苓，看一下，等一下茯苓煮排骨炖排骨，茯苓丁，茯苓丁。你们认识这个是啥菜的，叔叔们？你们认识这个是啥菜的？我看一下，你们打在公屏上。你们认识这是啥菜的？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啥菜，叔叔们？有没有认识的？我看一下，叔叔们，你们认不认识？木耳，都知道是木耳吗？好的了，你看一下我们今天中午吃啥，叔叔们？一个辣椒炒蛋，辣椒炒蛋，辣椒炒蛋。辣椒炒蛋这些。叔叔们能不能帮忙点点赞？看一下我们的大口锅，大口哥，大口锅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条彩虹。我们这边下午的话，中午到下午基本上39度到40度，叔叔们，39度到40度左右。你们那边多少度啊，叔叔们？你们那边多少度？40度啊，你们那边？很烫吗？要不拿个水开，那个水那往那边揪一下，那个是不是？对，你们那边多少度？叔叔们打在公屏上，诚心看一下。还有30度的，哇，28度啊！你们那里是在哪里啊？还有25度的，我们这边40度啊！天哪，40度，我们这边40度，叔叔们。20几度，那个很凉快哟，是不是？在哪里有20度啊？你们是在哪里啊？你们是在哪里啊，叔叔们？现在还有20度。我也说现在还有20度啊，我有点不相信呢。你们是在哪个地方？是的，叔叔们。看一下外婆，你看外婆在弄大蒜。广东29度吗？俄罗斯的，还有俄罗斯的，在外国。还有台湾的，还有哪里的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打在公屏上诚心看一下好不好？空调房里面，那肯定空调房里面16度都很肯定有啊，那个但室外现在真的不一定哦。我们这边40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四川达州、四川广安、杭州、重庆万州、常德、上海33度啊。万州是重庆的。万州是在重庆，重庆万州对。还有重庆。哇，还有外，还有国外的。看一下。
少爷们，你们想不想吃？我穿着外套，外婆。哦，我拿来吧。少爷们，你们想不想吃？少爷们，人家吃的比我们这个还好。啊，咋子啊？不用，这要这台要我你说，不用这，没事。这里到那个弄么子的哟？有可以这里哦。哦。我们说的四川话。我们那边的方言是啥音吗？方言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是啥音吗？好香啊！你没闻到香味吗？我闻到了。这个是肉，刚才切的豆儿切的肉片，是啥音吗？用这个木耳炒肉。帅们帮忙点点赞好不好，点点赞，帅们一起点点赞。豆儿做饭很好吃，很香。你们猜一下放的是啥，帅们放的这个黑黑的是啥，放了这个黑黑的是啥？是的，木耳炒肉，很香的，叔叔阿姨们。放点盐，刚刚盐不够。你要尝一下。是的，你看一下，漂不漂亮，叔叔阿姨们，漂不漂亮，想不想吃？熟了没有，熟了没有，熟了没有，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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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。是的，叔叔阿姨们。还有什么炒蛋？哇哇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给你们看一下，做的是木耳炒肉，叔叔阿姨们，木耳炒肉。现在涮锅，洗一下，
把锅洗一下，叔叔阿姨们，把锅洗一下。柴火灶吃饭炒菜好吃，是的。叔叔阿姨们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我们那个小号？你们搜索陈星和糖豆，点个关注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姨们，我们马上用陈星和糖豆那个号开播，叔叔阿姨们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？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搜索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知不知道怎么搜索？叔叔阿姨们，我们用小号开播。关注了吗？那我们用小号开播好不好？好。叔叔阿姨们，那你们用小号，小号里面来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点那个搜索陈星和糖豆，去搜索陈星和糖豆，然后我马上开播。叔叔阿姨们，我们这个号我就不播，现在不播好不好？现在这个号网络不好，我们换一个网络好的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好不好？你们直接搜索陈星和糖豆。小号你们搜一下啊，就直接点视频号里面搜索就行，好不好？能想吗？嗯，那我下了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下了啊。